哎，杰哥，是不是第一次见面？第一次见，歌不是第一次唱，把你留在我身边。对，我上次看到，很开心跟你合作。我们听听歌吧。可以，这个歌应该这个很适合你，很好，内容还是很贴合的啊。哦，那我们来试试吧。好，我们听一下那个重量之后。终于赢下这场。我们从 A 开始啊。无人在前方，也无处可回望。心上迷茫，对影子那儿好像刚刚两次没接进去。对，对影子诉说迷茫，对影子诉说迷茫。杰哥是那个迷茫，对，我说是迷惘是吧？对，我们先把迷茫那补一下。诉说迷茫，忙再来一次。诉说迷茫，终止彷徨。好像有点小心了哈。时针滚烫，可以试一下，比如说像滚烫这种完全用假声的，我可以试一下。对对。面对山海之上，这个的 A 的开头还蛮好的。所以我们试一下一些假声的东西。害怕前路找寻漫长，好像还行，好一点。刚刚漫长特别好听，后面还可以，但是还再调一下。诉说迷茫，有好的，有好的，对，有一个很好的。迷茫，不算流浪。哦，这边我太喜欢那个对影子诉说迷惘迷茫，不算流浪特别好听。是是是，其实 C 还没找到最好的镜的。他灵魂人驰骋滚烫。可以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越来越好。对，我觉得这边是有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。我也喜欢这边。对，我们要不往下。好。一身伤我。刚刚那一身伤特别好听。再把 A 二 B 二录一下。到终站。我们不小心就唱完了，停不下来。整条蛮好的，是不是？听的时候就休息。会放的东西有点多吗？最后两句感觉会有一点。我们把那个 C 二录一下哈。别把人海起航。这个特别好。对，第二 B 二现在是两轨嘛，是不是？三轨。对，三轨。记不清楚啊。对，但是低轨有点不好，所以我们再来补一下。沉默到终站。这边的 A 二特别好。别怕人海起航。刚刚这个的人海起航，我觉得。好，我们可以再往后走一下。我想问一下，那个别怕那里是正拍上的还是？别怕可能。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唱哭就是 C 三这两句了。是，等着找到一个最好的。这并不是大梦一场。我这边特别好啊，三四句特别好。我觉得那远方可以再保一个更淡然一点的。不用那么重了哈。对，回来的时候还得要感觉回到最初心的感觉。对对对对对。那远方，我觉得尾和头还没有好的，后期也是单独这一轨吗？对，单独只有这一个。你想想，我最后应该怎么结束会好呢？肯定是有的，但你就唱开心就好啊。因为我现在都把那个远方唱的比较长嘛。短一点会不会好听？也可以短一点的话，就做一些 delay。那远方，好，我喜欢这个。确认一下前面 A B A B 可以再唱一下。好，现在状态比前面好太多了。天配山海之上，可以出来听一听。OK， 其实已经选完了，这个。我感觉得到，效率还是很高的。对，你这个唱的好呀。风雨里闯，非常好听。应该是就这个地方和大概这个地方的没有更好的。好的。A 一到 A 二都没什么东西。对，听听鱼孤独。好，这个整句还挺好的。别怕，这并不是。我换气好一点。得到奖赏。一场呢，我想再确认一下。大梦一场。感觉有点机械。大梦一场。好一点，我喜欢，对吧？也会有最直接重量。记得当时有非常情绪很浓的一个。直接重量。赢下这场。我感觉这场这个蛮感人，这两句很感动。那要不要换一个？不用，不用啊，应该很好。好，我们整理出。可能世界就是这样。行，我们回头随时聊音乐，你去看孩子。这里啊。